三头，十一万。二条，八条，六头，五。九桶，一桶，八桶，九桶，五，全军出击，七万，七桶，二桶，九万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肚子好痛啊！哎呦，肚子好痛啊，来不及。嗯，先打先打，看能不能扛住。难受的一，折磨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劫还是打不过。我还浪费了一个 T。 我靠，你打野，你野怪不打，你上来就抓，太 low 了吧。没踢没闪了，打的还是劫，好烦，肚子又痛，难受，又收不到飞机，哇，折磨的一。Q 塔，戳塔，炮车还在吃的，走走走走走，咦，二级 Q 塔，哎，队友优势很好，这把压力小很多。哎，好像肚子并不是很痛了，感觉起飞了。你两瓶药你怎么跟我耗？我就是没踢你也耗不过我，但是我怕他猴子再搞我。这个前提是打还是不打？感谢第五微尘送上的飞机，感谢宝哥借我100块通宵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行，帮我缓解了一下压力，很好。感谢宝哥借我100块，感谢微尘，这两个飞机让我起飞了。瞬间肚子不痛了，吊打他！感谢我要天天大宝剑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打不赢的了呀，你这个血量，你现在只有叫猴子，你不叫猴子你就没法打。哎，但是呢，我这个时候啊，不能太过分啊，过分猴子一来我可能就死了。没闪，说说他的走位有点不对，他走位有点不对，看到了吗？所以讲意识这个东西啊很重要的。你像这一波很多同学就哎会觉得，哦，这你怎么看出来这个劫哪里不对了？我等会啊
把录像，我打完之后把录像回放，我跟你讲他从哪个地方开始走位有问题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知道了，你通过对方的一些小细节你就知道，哎，他是怎么想的，他队友有没有来，我都会把录像打开给你看，他的某一个走位，某一个鼠标点的位置，哎，我们就知道他大爷来没来啊。我现在跟你讲讲不出来的，你必须要配那个画面你才懂。所以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在电一冲王者的时候，那些职业玩家看到我就很舒服的，因为他们你像以前我记得厂长他打路人，他打野不是很强吗？啊，他看我这中单，哎，加我双排，哎，我们双排一手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他就觉得我这个大爷，我这个中路太难抓了，他在我对面，他根本抓不死我，他觉得我好强。小心他的大啊，小心他的大，我先不能上。你出招了，我来了，哎，你不出招我是不会上的，哎，你出招我就是一个啊。感谢三混之一送上的大玩心，谢谢。以前我在电音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玩的是什么？那个时候，瑞兹很强，那也是高端局了，2000多分，大概王者前二三十名的这种排位赛。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，打野魔腾。哎，厂长一手魔腾玩的比较好，他在我对面跟我打了几把之后，他加我好友，然后他跟我双排，他觉得这个中路太稳了，打野就喜欢这种队友，知道吧？我不帮你你死不了，我一帮你哎就杀人，我不管你你能发育得起来，就喜欢这种队友。很多那种打野高手，哎，打野的这种职业玩家都喜欢跟我双排，意识好，好的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刚才这种情况，你明白吗？哎，一滴血，哼，我跟你讲，刚才那个血量是死不了的，我都你看我面不改色心不跳。你不要觉得惊讶，那个血量是死不了的，我很肯定的告诉你死不了，我一点都不慌。这就是就打长了，你对于某个阶段他点燃伤害是多少，你的血量一看就知道死不死得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精算，这种东西呢是教不来的，教不了的。你打了很打长了打很多年你就懂了啊，你已经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。全部吃掉两层啊，吃药 A 漂亮，没 boss 舒服，还要吃他蓝，行，我觉得我刚才是不是应该绕一圈过去，下喽，4-12，影魔刀，来个这个啊，稳一点，好，打不死了，这个打不死了，护甲80，有秒表，有闪现，
等级比他高，怎么打？我现在只想给他三个字：怎么打？一套痛不痛？你看他打我就不痛，没什么反应。一屁股坐死，上前就是一个 Q， 靠近我就是 RAWQEAA 走，怎么打？有金身，我也不怕你猴子装，他只能放手里剑打拳。一个杰被卡萨丁这么打的话，结束啊，结束！我后期还很强，我现在完全不虚他。REQ 怎么说嘛？闪现嘛，拉金身嘛，无所谓的呀。R 起来嘛 ，E 回手嘛。哟，我靠，这也能打到伤害吗？哎，对面也是就头铁啊，为了杀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真的是不计成本。我金身有了啊，别想抓我，很难。20CD， 来了。等一下，等这个消失，不然能耗太多。想游走，想游走啊！看到了吧？别被抓！我现在在中路是横行霸道。感谢深文吃鸡去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一套，哟，哦，还手，还手，还手，啊，就一直接把你坐死。不让他了，我这把优势大啊，我比较浪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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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靠，我靠，我靠，我靠。吊打，他们这把已经输了啊，所以我打的比较的浪，你看得出来。杀他！
传过来，我的蓝 buff。他们猴子已经挂机了。哎，为什么我每把都是我们这边是高手呢？是吧？这搞得我都没有发挥的空间，我都没有。哎咻，就游戏就结束了。哎，猴子来了。来个戒指。放弃吧。被反打了。哎呦，低调啊，要低调，要低调，不能乱搞。十二级，听说你十二级，哎，硬追，我就欺你没大，骑在你的头上，打你的头，还不了手。我还差一点钱，这个杰其实也是个高手，看得出来也是个高手，只是开始没打好，才跟我打的时候有一点大意，就觉得卡萨丁很好打，他可能没有遇到过厉害的像我这样的这种很老道的卡萨丁，所以吃了一手亏，被我滚了雪球。如果再给他跟我重新对线一次，他可能会非常的猥琐和谨慎。大眼魔刀，我每一次在说别人高手的时候，你们总是不屑，哎，我都不知道现在的小青年为什么喜欢抬杠啊？抬杠，为什么呢？你有没有发现啊？就我们身边有很多这种喜欢抬杠的杠精，哎，你说东他说西，你说一他说二，即使你说的是事实，他也反着来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因为通过这种抬杠和辩论，哎，能够有一种自我满足感，对吧？哎，其实这种行为不好，不好，知道吧？像我就不提倡这种行为。别人说一，我会想，哎，到底是一还是二？我会想一下，我不会去下结论，知道吧？哎。我也不会去反驳对方的观点，我会思考。你懂吗？所以我们不要抬杠啊，不要做杠精，不好，不好。就比如说，你说我是个菜皮，你看我不跟你抬杠吗？我从来不会说啊，你说我菜皮是吧？我不菜啊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不会，我只是偶尔有时候节目效果我跟你聊一聊，但我并不跟你抬杠，对不对？但事实上我是不是菜皮呢？我心里清楚呀，大家心里也清楚啊，对吧？怎么可能是菜皮嘛？你说我不强我都是吧，
我倒还可以接受。你说我是菜比呢，过分了，打了这么多年了，你看这些细节操作，对吧？英雄的意识玩法，对不对？这不可能用菜比来形容，但我不会去反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反驳你，即使我说的是对，真的是对的，你也不会认可，好吧？你不会认可的，啊，我们所有人都这样。你说你即使说的是对的，那也不会轻易的去认可你，因为一旦认可了你的观点，那就说明自己的观点是错的，对吧？那就会很没面子，啊，所以你说我菜，我也不反驳。我只会跟你说，可能你觉得我有点菜啊，但我自己觉得并不是很菜，哎，对吧？有道理。嗯，所以我们不抬杠啊，我们不抬杠。我可以不认同你的观点，但我不会反驳你，对吧？哎呀，不会反驳你，因为我要的，因为你要的不是我的反驳，对不对？你要的不是我的反驳，逻辑鬼才，这不是逻辑鬼才，这是哲学，这是哲学，你懂吗？是一种艺术。莫挣扎，一个 R Q R 闪 A 接 R A 护盾一开 A R 哟，他还放这个东西，走喽！你这把能追到我？我耳朵快，你说我菜。其实呢，我只能讲什么啊？那我们就这个菜的这个点，我们讨论一下，对吧？好，即使你说我菜，你真的认为我菜，即使我真的也是菜，好，那又如何呢？我菜我能怎么办呢？对吧？我菜我能怎么办？我不能怎么办啊？但是并不影响说，哎，我们是吧？直播那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，菜又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我说的这个道理你懂吗？即使你说的都是对的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又如何呢？对不对？我菜你不能让我变成高手啊，你不能让我变成faker呀。对吧？我又不会魔法，我怎么能一下子从菜变成飞格呢？哎，我做不到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办法呀。收掉。巫妖还是要出的，不着急，我先来个帽子啊，用我的技能打输出。我现在的 QER 伤害很高，我菜有没有还有理？我没有说我菜我有理啊，我只阐述事实啊。你说我菜，好，那我是真的菜，那我菜我也不想啊，对不对？我又不可能变成faker，我又不会魔法，对不对？我又不会变身，那我能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感谢喷子我太阳你妈聊送上了飞机，谢谢。就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很讨厌喷子，但是我在看喷子的这个角度和态度呢，哎，在以前我会认为，哎呀，这个喷子多捞啊，你这个这些锐气一样的讲话，你都他喷的嘛，是吧？这喷子嘛，他说话呢也毫不着边际，乱喷，
对不对？摆到乱喷乱说，污蔑造谣，他都有。那我会很气这些人。而且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你的背后到底是在，你是怎样的一个逻辑，或者说你背后有怎样的一个利益，对吧？那后来我觉得，哎，有些时候啊，它存在它就是合理的，哎，存在即合理，它一定有这么东西存在，哦，你看这就是哲学。你像遇到这种情况，你不能跟他硬刚硬碰，你要柔，哎，你要柔，对吧？他说你是什么？那你就顺着他啊，他说你菜啊，你是菜；他说你丑啊，那你就丑，对吧？无所谓的嘛，他又不可能变成事实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都不重要，这是一种哲学啊，哲学。哟，出血手了啊，不敢搞他，来抱团推一波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做人要怎么样？要像水，我靠，秒了，没看出来。我们做人要像黄河的水一样，要柔，要遇到你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变形，我们可以转弯，我们可以绕，哎，这是哲学啊，哲学。存在即合理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它存在都是有原因、有理、有道理的，否则的话它不存在，明白吧？否则的话它是不存在的，你们懂这个道理吗？存在即合理啊。哎，很多小青年啊，当你跟他去说一些比较高深的、比较有深度的话题的时候呢，他总会很捞。你跟他说像水一样柔，他跟你说黄河里面有沙，哼，没法说，说不了，你知道吗？说不了。可能你的这个，你这个大脑的思维啊和逻辑啊。啊，就可能跟你的这个年纪有关，就无法让你很能够啊，很彻底的明白一些哲学。算了，不做了，很烦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别浪行不行？能不能不浪？我们把他们给结束掉。我来了，一层。两层，三层，他就那个二闪一屁股，他就坐死啊，搞定。OK， 结束。唯心主义者，是的。QEAR 叮，搞定啊！不要出来。QEAR， Musa， 哎，喷子在我面前，我一拳打死。不能打人，啊，也不能骂人。